佢就話中長線有冇機會見到80蚊咧？記得之前啲朋友問都會話見唔見60蚊嘅，咁而家大家就上調咗個目標價啦。有冇機會見80蚊？佢話而家開始儲貨可唔可以咧？咩位收集會比較理想咧？按翻住咧佢嗰個嘅資產淨值嚟到去作為一個嘅參考嘅時候，就大概係74蚊。咁啊咧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話要去到成80蚊呢啲位置咧，那個市漲率就高過一倍嘅。我自己覺得暫時去睇咧，就機會就唔係好大咯。咁啊咧，匯控近期嘅股價表現傾向係強勢嘅時候咧，咁當然係咧憧憬呢一個嘅美國會進入嗰個加息周期啦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大家亦都會去憧憬咧，今年有冇機會咧可以恢復翻咧就係每一季嚟到去派息嗰個安排咧？咁咧令到佢嘅股價咧有一個嘅做好的狀況在這裡，但是現階段去看的時候，可能有機會就靠近65蚊就已經會有一些阻力，變成58去到65蚊潛在升幅都有10%左右，即如果你覺得都是一個吸引的回報率，你在現價來到吸納也都可以，但是如果你說要寄望我起碼要賺20%以上，可能暫時匯控就未必給到你了。